15亿资源啊，等一下疯狂鉴定啊，顺便打一个广告，卖无级别体耐双加的一个衣服啊，体耐双加呢是最兼容的双加，最万金油的双加啊，辅助门派风系法系甚至物理系都可以带啊，因为没有门派不需要血，没有门派不需要抗性啊。这个无级别衣服的好处呢，它就是熔炼的双加更高啊，这个衣服的极限无级别大家肯定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熔炼上了啊，花个1000、3000、5000那都不心疼，花个10000、20000、30000都可以啊。所以说它的衣服最极限的双加呢是双加29、58啊，那我估计它衣服能是主防御啊，它这个衣服我觉得无论是怎么熔它，但是它可能是熔炼了30点防御啊，双加但双加5，也有可能是双加15然后防御熔炼25，反正万变不离其宗，它的综合属性我估计能熔炼出个40左右，净属性是40，它可能是43减点啊，也有可能是15再加10之类的，246再加上一个40点的综合属性，它熔炼以后大概是286，双加就不算了，因为属性点已经包含双加了啊，再加43再乘以一个1.5，它这个衣服的话再加上一个286啊，综合属性的话大概是一个350的级别啊。价格最贵的男一啊，价格最贵的男一是272的防御啊，然后体质加魔力是50。这个衣服的双加比较好啊，是体魔啊，熔炼以后是50，那用50再乘以一个1.5，再加上272，这个衣服的综合属性是347啊。这个是100万，16段舍利子加套装，你去掉7万，等于这衣服本身卖93万。这个的话是加纯魔修罗咒啊，这个衣服啊出的时候我有印象，这个衣服的话是41魔，41魔再乘以个1.5，再加上283啊，这个衣服是344，但是加魔的比较好，加特技的也比较好，还去掉了宝石，所以说这个衣服呢啊等于卖摆了96啊。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纯体耐的皮敏的275，25加23再乘以个1.5，再加上275，这个衣服的综合属性是374啊，347，咱们刚才算熔炼以后是350，假设熔炼是40的综合属性，这个衣服的话也是摆100万，嗯，这个属性没熔炼啊，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属性熔炼以后轻松的能上到350啊，这个衣服好熔啊，熔炼个双加太高了，这个衣服啊好熔，立体。咱们上面的100呢有很多持平的，就看有没有就是保底能卖多少吧。这有一个纯加耐的啊，这个更好比，双加的话是4再加上31乘以个 1.5 46.5， 再加上防御的是292，这个衣服是338，咱们的衣服可以确定是比这个要好啊。